三民一分局于本月14日1时50分获报，在三民区建国三路某商旅旁停车场发生打架情事，辖区长一所警网立即赶赴现场处理。据了解哦，现场系卢男以及蔡男哦，日前事故与网络互呛哦。经14日凌晨哦，蔡男被刑警投诉于三民区建国三路某商旅。最伙同伙人陈南及一名男士商女找卢男理论，双方一言不合发生肢体冲突，造成了卢男手脚插座伤。那远警后续有当场带回蔡南以及卢男，其他人应该跑掉了。这边有一台白车，并立即于凌晨3时许巡线追查陈南及卢男到案。全案后续依妨碍秩序罪嫌，我将冲突的四人哦，已请高雄地检署侦办。令卢南哦对蔡南等三人提出的伤害告诉我，则一并移请侦处。三民第一分局呼吁哦，遇有纠纷应冷静处理，绝不可以使用非法的方式哦。一时冲动或不理性的行为哦，都会因而触犯法网哦。警方不容许任何的暴力行为发生哦，触法者哦将依法严办，绝不宽待。